Good evening, Chairperson and everyone. Now it's time for our class.今天我们要学的语法是过去完成时。前不久学了，现在完成时。今天要学的新课内容是过去完成时。课之前，我们首先做节律学习，还要做三到练习题，是上节课留下来的三道题。好，我们来看看上节课所学的有关现在完成时方面的内容有哪一些呢？上节课讲到了连续性动词与瞬间性动词，对面提到了连续性动词与瞬间动词，它都可以用于现在完成时，都可以用于现在完成时。上面什么区别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现在完成时的第二种用法当中，它只能用延续性动词，不能用瞬间动词。再一个，在 tier and tier 句型当中，我们要用到相应的配套的延续性动词和瞬间动词。 那么应该是什么用的呢？在 tier and tier 肯定句当中，他们常用的是延续性动词；在 tier and tier 的否定句当中，我们要用到瞬间性动词。大家不要忘了。还有，我们学习了比较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 也就是说，一般过去时与现在完成时的区别有哪些？大家要知道，一般过去时它强调的无非就是五个字，过去的动作。而现在完成时，它强调的是现在的影响或现在的结果，或者说过去动作持续到现在。总之，它强调的是现在，持续到现在也好。 现在的影响也好，现在的结果也好，那么都是强调现在。再一个，一般过去时，它常用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它用的是具体的时间状语，而现在完成时用的时间状语是模糊的时间状语，而不是具体的。 特别特别要注意的是，现在完成时第二种用法当中，只能用延续性动词，不能用短暂性动词。换句话说，不能用非延续性动词。比如说，上节课着重学到的句型 join 就是一个什么动词呢？大家回忆一下 ，join 是延续还是非延续性动词呢？ join， 它是一个非延续性动词 ，write 写，它就是一个延续性动词。好，上节课做了好几道题，做了几道题啊，做了1、2这两道题。我们现在看第三道题，改错。 He has joined the league for 3 years. 他入团已经3年了，这是错误的句子。那么怎么改？怎么改正？我们上节课所学到有3种方法来改正这个句子。有3种方法呀，要用到什么 ？He has joined 可以换成 has been a league member. 可以换成 has been in。 The league has been in the league. 甚至还可以用一般现在时，用一般过去时加现在进行时。怎么说呢？You can also say this sentence. 啊，可以这样说 ，J
He joined the league 3 years ago. And he is still, a league member now. 3年前他入团了，现在还是成员。大家会了吗？好，我们继续第四题，改错。怎么改错？ Tom has written a letter to his parents last night. Tom has written a letter to his parents last night. 怎么改呢？这句话。好，如果说保留 last night，就只需要把 has written 改为什么 wrote， 是不是？改为 wrote， 这是一种答案。还有吗？如果我要保持 has written 不变，那么 last night 怎么变？就加上 since last night。Tom has written a letter to his parents since last night. 改成 since 加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正好就是现在完成时的第二种用法。Number five， 看看大家变化能力了。我们学习佛的心协会章程已经大约半年了。好，翻译，请翻译。第一空怎么译？第二空怎么翻译呢？第一空，首先说第一空，不要拿麦，不要拿麦说话，优先拿麦好吗？说不来就打字。好了。学术 ，have learned， have learned， have studied 都可以。后面是 for almost of， 大约是 almost 吗？半年是 half year 吗？好了啊，好，子连答案是 have studied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半年，大约半年，大约半年。More than half a year， 那是一年，一年半，多于一年半，多于一年半。大约应该用什么词呢？ About。 所以第一共答案应该是 have studied， 或者说 have learned。 好，只连这个第一共没问题。第二共 for about half a year， for about half a year。 看到慧心同学答案，是的，就是这样。大瑞 ，for about half a year，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For about half a year，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现在看大家灵活变化的能力啊。小小变化，小小。换成 since 就够了。那么怎么换呢？第一空还是 have learned， 不行呢。第一空还是 have learned， 不能用 learned。第一空还是现在完成时 have learned。现在完成时这个时态不能变 ，have learned 是吧 ？have done 结构。后面用的是 since half a year ago， since half a year ago。好，从这题。这题是我设置的一道比较简单的一题，从大家答案看，答案看呢，大家变化能力还要加油啊，变化能力还要加油，变一点点就不行了，基本功就基本功，大家看看，基本功，就一个大约半年怎么变，大约半年怎么翻译，大家发现没有？大家的这个英语基础吧，令人堪忧，令人堪忧。
就是你基础，就是基础这一块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没有这样的，没有一定的基础，你想学好音，学会章程，学会法案，大家想怎么学，就难以学到精通，难以学到基本功，这些都叫基本功。好，希望大家多多加油啦，好好努力啦。下面我们开始学习过去完成时，前面开始复习啊。下面所学的是新课新的内容。过去完成时首先看概念，它的概念是表示过去的过去，这是一种形式，过去的过去。它还有一种概念是，这上面没有写出来，是过去的动作，过去的动作延续到过去，我就把它打出来啊，好吧，过去的过去，或者是过去的动作，它只有这两种用法，过去的动作延续到过去，你再比较一下，第一点表示过去的过去，现在完成是怎么说的，现在完成是过去动作现在的结果或现在的影响。那第二种用法是过去动作延续了现在，与现在完成时比较一下，现在完成时是过去的动作延续到什么，延续到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们来，它的构成形式是 had 加过去分词，就是 had done， had done， 或者 had been， had done， 或者是 had been， 也是两个单词构成的。一个词 had 叫助动词，没有什么意义。第二个词过去分词，所有动词的过去分词， been 代表 be 动词的过去分词， done 代表所有行为动词的过去分词。那么具体的每一个词我们都要背下来啊，就是所谓的规则变化，过去分词的规则变化是怎么回事，还有它的不规则变化，也就是教材呀，在初中课本、高中课本、教材方面都有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变化。好，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类似于数学的数轴，数轴这个确实有点难以表达呀。那么数轴，大家来看一看刚刚说的两种形式，什么叫过去的过去？假如现在在这里，就是现在啊，零就像数轴，大家都学会了，这是现在，假如这是现在，是吧？那么请问过去是什么？那时，是吧？那时，过去过去呢？那时以前，是不是？这个是过去。那么过去，假如现在以那时这个为基点，那么前面的那时以前就称为过去过去，那么那时以前的这个动作就应当用到过去完成时，过去的过去。好，再问一下，那时从那时延续到现在，从那时一直延续现在叫什么时态？用什么时态？现在完成时。从那时以前延续到这里，那时这个叫过去的过去，过去的过去，或者过去的动作延续到过去，从这一点到这一点，它都只能用过去完成时。好，我从现在延续到未来，现在我从现在看未来，从现在看未来叫什么时态？我从现在看未来叫什么时态？叫一般将来时。现在看未来，我从那时或者是那时以前看未来将要发生什么动作，用什么时态？这个是后面还没学，用什么时态？你们学过的就知道，那个叫过去将来时，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看将来要发生的动作，从过去某个时间看将来要发生，那个叫过去将来时。好，
刚刚我们借着这个类似于数轴，我们复习了多种时态啊。好，现在这是现在，那是过去，那是那时，在过去。好，我强调过去的动作用什么时态？我强调过去的动作，那时的动作用什么状态呢？用什么时态？一般过去时。我现在此时此刻，我正在讲课，我现在正在讲课，大家正在听讲，什么时态？现在进行时。所以这个数轴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是吧？把所有的时态几乎都复习了一个遍，复习了一个遍了。这就是英语中时代时态的概念。什么叫时？时表示时间，是过去和现在还是未来？什么叫态？就表示状态，表示动作和状态。表示动作和状态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叫态，综合起来叫时态，综合起来叫时态。目前就我们要讲的这一次，有九种时态，基本的时态有八种时态，这里还有一种另外一有一种时态。叫做将来完成时，将来完成时，好像是一般将来完成时，到时候会学到，那个了解一下就可以。整个初中阶段，课本上要求就是学生要精通八种时态，精通八种时态，到高中去再没有学别的什么时态，了不起，即使有学了，即使学了什么过去、将来、完成时。什么过去、将来、进行时，即使涉及到这些时态，也只是注释，简单说一下，作为一个了解，了解不需要掌握，那只是希望学生了解，不需要掌握。有这八种时态演变出来，还有八种时态，所以加起来是16种时态。那么我们说的那是关键，延伸出来的八种时态，是依据这八种时态演变而来。所以我们这八种时态是关键，这八种时态没有学好，其他的它演变出来它比较免谈。那么在八种时态当中，最难理解的就是现在完成时，最难理解就是现在完成时。现在完成时一旦理解过关，可以说其他时态都可以迎刃而解，迎刃而解都很简单的一件事。好，刚刚大家了解了过去完成时有两大含义，哪两大含义？就是过去的过去，表示这个动作或者状态是过去的过去，或者是过去的动作。第二种用法，过去的动作延续到过去，过去动作延续了过去，希望大家牢记啊，都记好。第一种用法，过去的过去。第二种用法，过去动作延续到过去。刚刚从这个数轴当中我们都了解了，到底什么是过去的过去，到底什么是过去延续的过去？那时是过去，那是以前，就是过去的过去了。好，那是以前是过去，是吧？是过去的过去，是过去的动作。那时也是过去的动作。好，假如某个动作从那时以前一直延续到那时，这个就叫过去的动作，延续到过去。这仅仅在这个范围内。它必须表示过去动作延续到过去。如果从过去的某个动作延续到现在，那就不是过去完成时，那就是现在完成时了。如果从过去看未来，那个就叫过去将来时啊。好，希望大家都能轻松的演变开来，能够举一反三的融会贯通就好了。好，我们看用法，继续看啊。首先在 toward 等动词后的宾语从句当中，它用在就是过去完成时用在 toward 等动词后的宾语从句当中，它常用于宾语从句当中。 For example, 例如 She said that she had never been to Paris. 她告诉我她未曾去过巴黎。为什么 had been to Paris?他未曾去过巴黎，要用过去完成时。
我用现在完成时可以吗？我用 has never been to 可以吗？是不行，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前面是 said， 它就是过去，过去说过去。那么，它过去说说的时候，这个曾经去过巴黎，或者没有曾经去过巴黎，那么这个去过巴黎，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它是发生在 said 之前，它是过去的过去，所以叫过去完成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点，它为什么过去完成时不能现在完成时呢？因为 said 是主句，主句有一般过去时，按照英文的主句和从句搭配规则，当主句是一般过去式时候，从句常要用到什么过去时态的某种形式，比如说过去进行时、过去完成时、过去将来时，这个就叫过去时态的某种形式。都记好了？好，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说这里 had never been to 就只能用 had never been to，就不能用 has never been to。 好，我们看第二点，过去完成时用于状语从句当中，用于状语从句当中。 When the police arrived, the thief had run away。 警察到达的时候，小偷们早就跑了。前面是 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后面是小偷们早就跑了，是主句。请问Had arrived, had run away， 为什么要过去完成时？ Had run 是过去完成时， had 加 run， 这个 run 是原型还是过去分词？这个 run 是原型还是过去分词？它是过去分词，不是原型呢，因为它是不规则变化。它的公式怎么念的？ Run, ran, run， run, ran, run。 好，这个我们暂时不管了，好吗？好，请问一下，这个 had run 属于第一种用法还是第二种用法？过去完成时刚刚讲了两种用法，它属于第一种用法还是第二种用法？也就是说，它是过表示过去的过去，还是表示过去的动作延续的过去呢？为什么用过去完成时？arrive 是过去的一个动作。Had run， 小偷早就跑了。大家比较一下 ，arrive 是过去的一个动作，小偷跑，到达，警察到达是过去的一个动作，是吧？小偷们早就跑了，这个 had run 哪个动作在前 ？Had run 在 arrive 的之前，所以它叫过去的过去，就只能用过去完成时。要搞清楚，当警察到达时。当警察到达时，小偷们早就跑了。When the police arrived, the thieves had run away. 当然，如果说 had run away 不强调过去的过去，也可以换成什么？如果不强调过去的过去动作的话 ，had run 可以换成 run， 直接用一般过去时也是可以的。Run, R-A-N, run. The thieves ran away.他没有强调，特别强调过去过去，只强调过去的两个动作，那么就是都用一般过去时。但是如果特别强调小偷在警察到达之前就已经都跑光了，是吧？跑得比兔子还快呀，强调这个跑，警察是吧，在警察到达之前都跑光了，必须这个时候就必须 had run， 就必须用到 had run， 过去完成时。好，看第三个用法，表示意向的动词，比如 hope 等等。意向就是希望，或者心中，表示意向。什么叫意向？就心中的愿望，心中的希望吧。用过去完成时表示原本未能怎么样。例如 ，We had hoped that you would come, but you didn't. 那是我们原本希望你能来，但是你没有来。We had hoped， 我们过去希望了你能来，你希望能 ，you would come， 过去将来时 ，but you didn't， 但是你没有来。好，大家想一想，这个 had hoped， 注意，它表示的是意向动词，也可以用于过去完成时。
它表示意向，就直接用过去完成，表示原本，我们原本希望能来，原本希望，但是你没有来 ，but you didn't。实际上你来了吗？过去没有来，这说到过去啊，是过去，我们原本希望你们来 ，we had hoped that you would come。But you didn't. 好，这个用法了解一下就可以。我们再看过去完成时的常见实现状语有哪一些呢？跟现在完成时差不多，跟现在完成差不多。不过它常，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完成的句子我们前面学到了，它常用于实现状语从句，它常用于宾语从句当中。大家还记得吗？过去完成时的句子，因为这常用于宾语从句和状语从句当中，所以它实现状语跟现在完成基本差不多。有哪一些呢 ？Before 跟现在完成是一样的啊 ，by 这个不一样了。Once，why by 是到某某为止，到什么时什么时间为止，这个时候是过去完成时第二种用法，表示过去的过去动作，延续的过去。Once，twice，three times 这三个词 ，I before 这四个词。跟现在完成时是不是一样的？大家回忆一下，它跟现在完成时是不是一样？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只是因为过去完成时常用于宾语从句或者是时间状语从句当中。啊，我们接着看，问，当某某的时候，刚刚学到的是，当警察到来的时候，记得吗 ？When the police arrived。问，有时从句用一般过去时，有时从句用过去完成时。这个主要看这个哪个动作是过去过去。如果这个动作是过去过去，不管它是在从句当中还是在主句当中，都要用到过去完成时。After， 甚至 before 之类 ，before after 是一对反义词啊 ，before after 是一对反义词，是吧？嗯。After 引导的是时间状语从句，还有 as soon as 什么意思 ？as soon as 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as soon as 也是用在宾语从句当中，或者指过去的，以过去的一个动作以及过去的过去的动作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用。这个 as soon as 也可以用一般现在时加一般将来时 ，as soon as。这里之所以说到这些时间状语，主要他们要么用在。主要是指他们要么用在宾语从句当中，要么用在时间状语从句当中。大家牢记这一点呢，这是关键之关键。好，我们看几个例句。He said that he had learned some English before. 他说过，他以前学过一些英语。Said 是关键词。Said. He said 后面是从句 that he had learned some English before. 学英语这个动作 had learned.与说大家比较一下，与说有什么关系啊？说是过去，说是过去 ，had learned 是 had learned 是过去的过去，过去的过去啊，所以用过去完整时。我们继续看 ，By the time he was 12, Edison had begun to make a living by himself。到了十二岁那一年，爱迪生开始自己谋生。这曾经是初中英语课本呢，初三英语课本。原句，这个我还记得。到爱迪生十二岁那一年，他已经开始自己谋生 ，had begun， had begun。因为文章整个文章说的是爱迪生，那就是爱迪生是美国的一个发明家，他是发生在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到十二岁那年是过去是吧？是过去的一个时间。是过去的一个时间呢，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谋生，什么意思呢？已经开始谋生这个动作在他12岁之前怎么样，已经就发生了吧。大家比较一下 was 是过去一个状态 had begun 他已经开始了，开始谋生已经开始。爱迪生，据班尼老师讲，爱迪生的发明是徒有虚名的，我们还以为是真的呢。他主要是照抄、抄袭谁的、偷盗谁的发明，大家知道吗？
我们曾经学过的那个人物叫什么呢？大家记得吗？天才呀，美国的一个天才，很厉害的，特斯拉，还记得特斯拉吧？对，他主要他的发明可据说呀是偷盗啊，偷盗或者照搬抄袭特斯拉的作品，因为特斯拉是无偿的奉献的大股神。好，这是顺便插一下好吗？好，时间也到了，我看看，好，把这说完，还有最后一个例句，Tom was disappointed that most of the guests had left when he arrived at the party。汤姆失望，因为他当他到达，因为呀、啊，当他到达晚会的时候，大部分客人已经走了，已经走了。好，arrive 的是到达，是吧？过去这个动作，到达晚会的时候，客人们已经离开了。大家想一想，哪个动作在前？是 arrived 在前面，还是 at have left 在前面呢？哪个动作在前面？他的 left 是在前面吧？对，他的 left 离开，客人们离开，就在那个他在汤姆到的晚会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所以说，arrive 是过去，他的 left 是过去的过去，所以用 had left 这个句子怎么分析呢？这个句子啊，主句是 Tom was disappointed，后面整个 that 一直到结尾，整个叫宾语从句。在这个宾语从句当中，most of the guests had left 是从句中的主句。When he arrived at the party，这个 when 从句，这个 when 引到的时间状语从句，是这个宾语从句当中的从句，也就是从句中的从句。汤姆失望，因为他到了晚会时，大部分客人已经走了。这个句子就很典型了。Tom was disappointed that most of the guests had left when he arrived at the party. 好，请注意这个句型，下面还有句型。好，今天是我自己的时间，好，讲完，好吧，把它讲完，题目也争取做完，然后就学章程，正好，因为我的时间是连起来的，这样更方便操作。好，我们跟上，请注意这个句型，had already done when。还没等什么就什么了，for example，这是固定句型了，给背下来。Had already done when I had already opened the door when he hit me。还没等我打开门，他就打了我。还没等我打开门，他就打了我。好，打开门，大家看看，比较一下，这是个固定句型的。Had hardly opened the door，打门，他打了我 hit，这是一个固定句型，注意了，固定句型呢，好。还没等我打开门，用 had hardly opened，这是固定句型，就不能用刚刚我们所说的啊什么过去的过去，过去动作延续的过去，就不要那样想，记好没有？固定句型就是固定句型了。好，在这个固定句型当中，前面是过去完成时，那么 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用一般过去时啊，用一般过去时。好，同样我们也可以这哪个动作也可以这样比较，是打人打了我这个动作在前，还是说打开门这个动作在前呢？大家体会一下，打人在前是吧？按规矩打人在前用过去完成时，是吧？还没人打开门，这样理解就不行，死就是钻牛角尖了。你走进死胡同了，好，不能这样理解，走不通是吧？不行的，好，我们还是按照固定句型来理解就可以了，不要按照前面的两种用法来理解哦。好，再看一个句型，had no sooner than 刚怎么样就怎么样，had no sooner than 刚怎么样就怎么样，例如
Peter knows sooner bought the car than he hold it. 他刚买了这辆车，转眼就卖了。他刚买了这辆车，转眼就卖了。And no sooner bought the car than he sold it. 是先买车，然后卖，是吧？这个句型可以套用前面的过去的过去，是不是？先买车 ，and no sooner 啊 ，and no sooner 加过去分词 ，and no sooner 加动词的过去分词，再加上 that 表示刚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下面我们看练习题 ，exercises number one， 过去完成时的概念表示过去的什么？表示过去的什么呢？还记得吗？刚才我加了两点啊，它表示过去的过去，或者过去的动作延续到过去，这是今天我临时加的呀，想起来了，当时看这些语法的时候没有想起来。好，它表示过去的过去，或者过去的动作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什么时候？延续到过去，过去动作延续了过去。请问过去完成时跟现在有联系吗？过去完成时跟现在是不是有联系？没有，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是吧？八竿子打不着啊，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的。好 ，number two。哦，它还有它的构成形式，它的构成形式两个动词，就是 had， 不管主语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还是什么单复数，只能用 had 加上什么，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我们可以用 been 或者是 done 代替也可以。been 代表 be 动词的过去分词 ，done 代表行为动词的过去分词 ，had done。好，请问一下 ，had 什么词？是行为动词，是联系动词，还是助动词？大家记得吗？这个 had 我刚刚讲过的，这个 had 是什么动词？助动词，是助动词吗？大家还记得吗？是不是助动词？行为动词吧？到底是助动词、行为动词啊？都记得住吗？助动词，注意啊，它没有什么含义，它只是跟过去分词一起构成过去完成时。它本身，所谓助动词本身是没有含义的哟，本身是没有含义的呀。系动词有含义，但是助动词是没有含义的呀。助动词本身没有独立的含义，没有，它是用来构成时态、构成语态或者构成否定句、构成疑问句，知道吧？你知道没有？比如说我们学的。amazing 它既是联系动词也是助动词。什么情况下 amazing 做助动词，大家还记得吗？什么情况下 amazing 做助动词，我们学过。就是在 be doing 结构当中，现在进行时或者是过去进行时当中，这个时候 be 动词称为助动词，它本身没有什么含。它不像那个系动词 ,be 加形容词结构，那个系动词它有是的含义。有是的含义，是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继续看。She said that she carries, 她告诉我她未曾去过巴黎。1, 2, 3, 4。好，所以南曼优先南曼或者打出来也可以。怎么做还记得吗？这是刚刚学的句子。她告诉我她未曾去过巴黎。是现在完成时还是过去完成时呢？子莲说 had never been to。 好，子莲拿麦，子莲拿麦，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过去完成时不用现在完成时？因为他说是过去啊，然后他在说之前那个未曾去过巴黎在说的过去，所以用过去完成时啊。是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记得吗？刚刚我们讲了还有一个原因，也必须用过去完成时。惭愧，不知道。谁记得？刚刚讲的两点呢？
谁记得？哦，对的，老师，试一下，对的，老师。首先他那个法郎说莫雪说一下，首先因为他那主语是用的过去，从句必须用过去，要不然用过去将来时，要不然用过去完成时，要不然用过去的过去现在完成时。没有过去现在完成时，哪有过去现在完成时？没有过去完成时，要不然用，从句必须用，就是一般过去时的时候，后面可能用到过去进行时、过去完成时、过去将来时，对，过去的三种时，对，对，对。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用过去完成时呢？因为这句话它翻译的时候未曾去过，去过，所以说必须用。是啊，对，未曾去过，还有 never 是吧？还有 never 本来是现在完成时，但是前面是 said， 因为它在宾语从句当中，所以用过去时的某种形式。这里根据 said。以及根据下文，他未曾去过巴黎，是吧？是的。Never， 所以要用到现在完成时的配套形式，过去完成时，加上子连那个答案，这两个答案都可以说明这里为什么用过去完成时。好，很好，非常感谢子连还有法龙同学，你们两个人的答案加起来就是圆满的。好，我们看第三点 ，Number three. When the police arrive, the thieves away. 当警察到达时，小偷们早就逃跑了。Had run. 什么原因呢？好，我点个人说一下，印证说一下。这里为什么 had run？ 我用一般过去时可以吗？请问？我用一般过去时可以不？根据刚刚讲的，好，我现在用过去完成时，主要强调什么？已经跑了，主要强调这个小偷比这个警察跑得早。好，你这样说跟我们刚刚讲的课是不是一致的呢？不一致，你这是自己的，根据自己想法，根据汉语的说法，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几个字。刚才的话就是讲的是过去的过去，然后现在小偷，就是警察到的时候已经是过去了，那小偷呢，在警察这个过去的动作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就已经跑了，所以过去的过去用过去完成时。对，现在差不多了。因为到达，警察到达这个动作是过去，是吧？小偷跑这个动作是过去，所以用 had run away。当然，如果不强特别不强调这是过去，只强调这是两个过去发生动作，那么这个什么，我这个跑了用什么 run 是好。我现在再出一道题，那就跟上哦。当警察到达时，小偷们正在逃跑。怎么说呢？ Are running away， 正在跑开。好，大家听一听，他说的是 Are running away。War 还是 what？ 我看到 Daisy 老师是 was 啊，到底是 was 还是 were 呢？子连是 were，马龙是 were running， 对，标准答案是 were running。Were running, the thieves were running away. 他强调小偷正在逃跑，是吧？过去正在逃跑，还没跑走呢，正在逃跑。过去进行时，对，所以说这里就紧密的，我们就掌握了这里，通过这一句话就掌握了刚刚两句话，我们就学到了什么是一般过去时，什么是过去进行时，什么是过去完成时，是吧？三种时态就在这两个句当中，一览无余啊。好，我们继续，小心了，大家注意 be 动词的运用，用 were 不是 was。 这个 running 双写 n 再加 ing， 各位啊，所以很多人会读书会背书，以前我见过这种学生太多了，好多会读会背，他考试成绩并不怎么样，了不起只有中等的，他背书朗读是上等水平，但是他考试水平只有中等水平，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各位，为什么？他
读背很高的，读背很高，但是考试他最中等水平，为什么？这学生很多的，看起来很机灵，考试不咋地，考试不咋地，为什么？有的时候单词写错，有的时候他基本功不扎实，子莲说的准确一些，他是死记硬背的，他不理解，再说标准就是他只是死记硬背，记忆力强，强健能力强，他根本就不理解，他不理解，就类似于阿难的只有那个文字陀罗尼是吧，但是佛讲的东西他都不懂啊，他没有义理陀罗尼，他理解不了，他理解不了，所以考试最多中等，都凭猜，是因为他不能理解，就没有变通能力，就没有变化能力啊。嗯，好，刚刚印证同学看到了自己的变化能力了吧？现在进行时啊，还记得吗？竟然用了现在进行时呢，这个现在是不相干的，现在懂了吧？不相干呢。好，继续。He said that he some English before. 他说过他以前学过一些英语。好，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呢？他以前学过一些英语，学过。嗯，是。啊，是四年就学习总是不能认真的，意思不够，知其然还是知其所以然。好，印证同学说啊，哦，第四题还没做是吧？哦，第四题 ，sorry， 好，先讲第五题吧。第五题答案是 had learned， 是的 ，learn。这里根据 said 主句从句用 had learned， 再根据 before， 所以用过去完成时。他说过他以前说话之前。这个学过这个英语是过去的过去啊，是吧？同时又在宾语从句当中，又加上 before， 就只能用过去完成时。好，第四题呢？那是我们原本希望你能来，但是你没有来，还记得那个句型吗？原本希望你能来，用什么时态？用 had hope， 还记得吧？用 had hope。好，我们继续看 number six。By the time he was 12, Edison to make a living by himself. 那么12岁那年，爱迪生开始自己谋生。开始自己谋生。开始，就开始用 began。还是 had began。began， 要用 began， 一般过去时。过去完成时就是 had 什么呢？开始自己谋生，这个是过去的过去 ，had begun， 对 ，begin 的公式怎么念？原型过去式过去分词公式怎么念的 ？begin began begun begin began begun， 好，这里用 had begun had begun， 哦，印证同学答案是对的哟，对，会长法龙加油。那是过去式，那是 began， 是它的过去式，过去分词用 began。嗯，改过来哦，耶，改过来了。began， 对，你没背呀、啊，忘了吧？嗯，几十年了，难为你了。好，我们继续看第七题。Tom was disappointed that most of the guests went to the party。好，到的时候客人已经走了。当他到达晚会时，这个已经走了，用什么呢 ？Had left， 已经走了吧 ？Had left， 后面用 arrived， 到达是用 arrived 的吗？各位，我看到 Daisy 用 Daisy 老师用 arrived， 子莲用 arrived， 是这样的吗 ？Arrived 是及物动词吗？请问 ，arrived 是及物动词吗？这是不及物动词啊，对，要加上 in 或者 at。The party 晚会小地点小地方用 at， 一般用 at。第一个所以用 had left， 第二个用 had arrived at， had arrived at。没有说一空，谁跟你说一空了？我说一空了吗？这只是翻译、啊，不要根据空数。他在那一空，谁说一空了？
这连呢，那叫自作多情呢、啊，自作多情。我没有说一共，哎，我说每空填一个单词吗？我说过没有？我没有说啊，题目也没这样要求哦。好，嗯，错就错，对就对，不要为错误找理由啊。好，我们继续看。好，为什么这里大家注意 ，had 前面用什么 ？had left 前面为什么 had left？ 我点个人说一下，看看谁呀、啊？谁能说一下呢 ？had left， 说完 had left， 谁能知道？会长说对了，是过去的过去，对，是过去的过去。因为到达晚会是过去的一个动作，客人已经走了 ，had left 是过去的过去 ，OK， 好，第八题，还没等我开门，他就打了我，这是个固定句型，大家还记得吗 ？He I had opened the door when he me， 还记得固定句型吗？一空前 had hardly 叫 hardly 吧。had hardly 加过去分词，对，后面填什么 hit？ 诶，这个 hit 为什么 hit 呢？宝龙说一下，宝龙，你这个 hit 到底是原型还是过去式还是过去分词哦？采用的是过去式。为什么是过去式？因为他打我，这个打是与过去的动作。而且但是过去的公式，对对对， hit 的公式怎么念，它的公式怎么念的 hit 的公式 yeah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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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型过去是过去分词，读音一样，拼写一样，我们曾经学过的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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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吗？ read read read、read 拼写一样，读音不一样，对，拼写一样，读音不一样，小心哦，一不小心你就掉进坑里了。OK， 好，我们去。还有好多词啊 ，cut cut cut 都一样，拼写一样 ；put put put 都一样，拼写一样。那么读音拼写一样，读音不一样的，目前为止主要就是这个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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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 注意这个词哦，注意这个词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最后一题，他刚买了这辆车，转眼又卖了。好，怎么填呢 ？He had bought the car. He said it. No sooner 后面填 than 大家还记得这个句型吧 ？Had no sooner had no sooner 加过去分词，再加上 than 是吧？刚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些是固定句型，没有什么变化，大家都对了。现在大家的问题在哪里？大家发现没有？我只要出一道新鲜题。变化一点点，你就会出问题。大家发现没有？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还是理解不透彻，理解没有过关呢。当然，这个长期的磨练，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搞得清楚的，它需要经过长期的磨练的。学生都要反复训练，比如现在完全是要学一个月，要学它最少要连续学一个月，现在完全是学生才能掌握。一般的时代了不起学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了不起啊，只有那么多时间。但是真正的掌握要几个月才能掌握一种时态，但是现在完全是光学就要学一个月，要掌握就现在大家目前现在完全的掌握，我随便一考大家发现没有，我随便一考大家就不一定能回得来，为什么？因为它的点太多了，现在完全是它要考的点，它的知识点太多太多了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怎么说的？ Rome is notBuilt in one day， 是不是这样说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英语怎么说的呢？我以前看过，好像是这样说 ：Rome is 什么 not built in a day in one day， 到底怎么说的 ？Rome is not built in one day， built 应该过去式吧 ？Built， Rome is not built in one day。对 ，built 是不是这样的？大家看看，是 built， 小心哦 ，built， 它是一个，是好像是这样的啊，我记得好像是 ，Rome is not built in one day， 对，它用到了
一般现在时的被动结构，这个我有印象。Built in a day or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哦，用 wasn't built 啊，对的 ，wasn't built in a day， 用的是一般过去时哦，对，或者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那就入乡随俗，那个不是，那是入乡随俗啊。那么方法翻译方法就是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 对 ，wasn't built in a day， 应该用一般过去时的被动结构吧，因为罗马已经是过去建了，是过去建的呀，啊。会长在看望中，如果有神通，一切都知道了，想得很美，想得很美啊。俗话怎么说呢？愿望是美好，现实是骨感的，现实是残酷的呀。现实呢，是我目前烦恼还没想好。就想到要神通，哈哈，慢慢来吧，慢慢来哦。好的，好，今天哇天讲了多少？16分钟，是吧？这点语法我本来是半个小时的呀，因为发挥了一些，要考了一些，那么就用了将近一预计的时间，拖了一半，拖了一半，但是。大家能掌握好就好，好吗？好，说明还有34分钟，我们争取把章程学完，能学几个单词，学一句话，好吗 ？OK， 哈哈，继续啦。下面章程上节课学到这几个单词啦，我们简要的来复习一下。OK， 好，我先读每个词读两遍，然后来一位同学带大家复习一下。OK。Resignation, resignation, address, address, addressed, addressed, post, post, posted, posted, okay? Now it's your turn, now it's your turn to practice. Who can practice reading the new words? 小菊 please.老师晚上好，等一下 ，resignation，resignation， ad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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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post， posted， posted， yeah， perfectly， perfect， 谢谢老师， perfect， perfect， and fluently， fluently， and perfect， and fluent。完美又流畅啊！好，我们继续。好，原计划是学两张 PPT， 现在时间不够了，好，委屈了章程，委屈了章程单词，就学这几个啊。好，争取大家能学会啊。我们来看看 ，give 原型 ，gave 过去式 ，given 过去分词，连起来是 give gave given。Give, give, given. 好，下面这个词谁能拼读？下面这个词啊，亲自的或者是个人啊，个人的亲自的副词，它往往做副词啊，或者当面。The name, please. 老师好 ，personally. Yeah, personally.Personally, personally. 下面也可以这样说，亲自也可以用介词短语，怎么说呢 ？In person. Yeah, in person, in person. 其中 personally 这个副词，它是由形容词变来的，形容词怎么读？知道吗 ？Personal. Yeah, perfect. 完美 ，Thank you. Personal. 它的名词是 person， 形容词是 personal， 加上 al， 副词加 ly。也许的哦，从名词怎么变成形容词，怎么变成副词，大家都清楚了吧 ？Person, personer, personally, person, personer, personally。我们口语中说个人电脑怎么说？个人电脑啊，个人的电脑
一般说是用哪个词，用形容词是吧，缩略为 PC。 其实这个 PC 这个 P 是什么单词的缩略呢，是 personal computer， personal computer。 这里还有一个例句，比如说 in person，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这个词在章程后面学到了，表示请人代理。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你可以亲自投票或请人代理。这里的 in person or by proxy 表示动作的方式，就投票的方式是什么。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好，这句话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OK， 注意 in person。好的，我们就这几个单词整体掌握 1, 2, 3, 4, 5, 就是五个词了，每个词再来三遍哦，大家然后拿麦过关。 OK， give, gave, given。 我们这里的形容词赠予的是指哪个词啊，指的是 given。 动词给予指的是，我们指的是原型，好吧，原型就是原型，当然不知分词也可以说是给予。好，还可以表示人民啊，吉文人民呢 given 这个人民，那就是人民，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吧，这个不重要，删除。好，继续 personally，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哦。In person. OK, it's your turn. 好，很简单呢，希望大家都能过关。慧心 please. Hello, 老师。我来试一下。Give, given.Personally, in person.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Thank you. Yeah, wonderful. Thank you. Perfect. 很好。哎，最后一句话还能读出来。这个句话大家读出来就读，读不来就不可以不读，好吗？这句话读来对后面的章程的学习很有影响哦。到时候你学的会很轻松，因为 in person 以及 by proxy。Proxy 这两个词在后面战争中都会出现的哦。继续，哦，会长说代理投票请提前写委托书。 Thank you。 知道了，也就是说我们章程是我们协会规定的，就是是可以代理投票的，是吧，是可以代理投票的，但是必须提前写委托书，是这样的吧。Yeah, thank you. I see. 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好，现在清晰了。Thank you. 好的，继续。其他人呢？好 ，Follow, please. Given. Personally. In person.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Thank you.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Yeah, in person, 亲自投票。OK, 是。好，继续。都很忙吗？好多人都是在干什么呢？来加入啊！要学游泳，你光在那说游泳多好，游泳多好，不去游泳，你永远学不会游泳。啊，要进入啊！要进入到游泳池或者是江河湖海里去游才行的呀。实践是关键哦。小菊 please。 老师您好，我这前面三个词我有点分不清楚，我在练，我错的地方请老师帮我纠正。 Give Given, given, given,
personally, personally, in person, in person. Wonderful, wonderful, 很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只是啊，只是你自己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呢。这个是 it give， 这个是 a gave， 所以变成 give gave given， give gave given。前面两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这样，他们没有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这样读，这样的读吧，你能很快记住三个单词，但是大家都分开了。所以从大家读的过程中，我就知道你们有多少的学生项目。真正的学生他不会随便改变的哟。文书 please。老师好，我也来试着读一下。Give, give, given。不知道是不是按老师的教的，我惭愧。Give, give.Given, personally, personally, impulsion, impulsion. Potion, 什么 potion? Person. 这个音是 person. Impulsion. Person, person. 嘴巴别别的那个别。Impulsion. 别，嘴巴要别，别别。In person. In person. Yeah, in person. Okay, okay, well done. Thank you. 印证 please. 老师好。Give, give, given, personally, in person. Thank you. Yeah, 最后一句怎么读的？读得来吗？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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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xy.Given personally in person,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Person, 嘴巴很扁 Person, in person, 你的嘴巴扁得不够，扁得不够。In person, yeah, person. 好，就差不多了。Well done, thank you. 好，关于 give， 我想了一句话了，大家听一听怎么说的。give， 我们常说 to love is to give， to love is to give， 或者说 to give is to love 也可以， to give is to love。国外给这个 love 的定义是 to love is to give， 爱就是给予，就是付出，就是牺牲啊，这些方法。这些翻译都对。To love is to give. To love is to give. 啊，某个人是 To love is to 什么？大家知道不 ？To love is to attain. To love is to get. To love is to obtain. To love is to control. 某个人的 love 是管制、管控、纠缠、缠缚。好，这次学了一个 give， 大家了解啊，中西方的意不一样哦。love， 好的，还有吗？是读完了，吴静 ，please，OK、okay。王老师晚上好，我来读一下 ，give， gave， given， give， gave， given， personally， personally， in person。In person. Yeah, wow. 还最后一句 the last one, the last sentence, okay? Okay.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Oh,
偶，你以前的偶，现在含的偶啊，还没改过来。偶，到底是偶还是偶？偶，总是发不清楚这个音。偶，偶，对，偶，原来是你呀。偶就是我嘛，偶，原来那是谁呀？偶，偶就是那个我啊。哦，这就好记了。By proxy， 现在记住了吗？记住了，再来一遍，再读一遍。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哎，对了，哦，哦，再不能读成什么哦，是吧？哦。OK， 谢谢老师。Perfect， 很好的，很流畅了。Clearly and clearly， clearly and perfect， 非常清晰，非常清晰，也完美。还有没有呢？老师 ，please。老师晚上好。Giving personally in person,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嗯，读的整体很好，但是我听起来这个 give 和这个后面这两个字读一下，怎么读的？好像是一样啊，我听到。他们不是一样的，他们不一样啊！你再读一下。Give, given. 嘴巴张得比较开，而且是双元音哦。A， 嘴巴很比较开。A， 是对，划过去两个音。Give, given. 啊，其他的都没问题的。Giving。是，谢谢老师。Okay, come on， 加油。嗯，是。好，方老师 ，please。我来试一下。Give, given. Personally. In person.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Okay. Perfect, perfect, and clearly, and fluently. 嗯，非常清晰流畅啊，完美，很好的。Okay, 继续。觉醒 please. 好，老师好，我来试一下。Giving. Personally.In person,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自己查音标啊，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读。proxy， 还要练几下就可以，其他的没问题。嗯，谢谢。OK， 好，最后翻译一句话，开始学章程了，大家模仿翻译，模仿翻译啊。OK。我必须亲自给他写信。难他，我必须亲自给他写封信。怎么翻译呢？我必须亲自给他写封信。In person, 要用的 in person, 啊，对。怎么翻译呢？I must write to him in person. Okay, thank you, Daisy, Miss Daisy. Perfect. I must write, 也可以说 I must write a letter to him in person. In person, 亲自给他写信。Write to him in person, 是我们关注了亲自写一封信。好的 ，OK， 单词我们就学完了。最后我再来读两遍 ，OK， 希望大家能跟上哦。Give, given, personally, in person,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You can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OK， 还有一刻钟，我们要把这
自己学一句话了，学完一句话咯。 OK， 上节课我们学到这一句，大家跟上了啊。A member is not eligible to vote until 10 working days after his or her appl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表示会员呢，一直要到，一直在他申请已经被接受的十个工作日之后，他才有资格投票。也就是说，他在十个工作日之内，他是没有，他申请被接受的十个工作日之内，他是没有资格投票的。Once again.A member is not eligible to vote until 10 working days after his or her appl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好，来一位同学带大家复习一下。OK? Who can read this sentence? Who can read it? Question, please.Hello, let me try. A member is not eligible to vote until 10 working days after his or her appl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Yeah, perfect. Thank you. 大家回忆一下，这里一个重要短语啊 ，not until， 还记得什么意思吗？大家还记得吗 ？Not until， 刚刚我们今天晚上学了 ，not until。直到什么什么才怎么样怎么样，还记得吗？再一个，还有一个短语 ，be eligible to do something， be eligible to do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 ？be eligible to do something 是有资格做某事，有资格做某事哦。还有 working days 什么意思 ？working days， working days 怎么翻译的？工作日，对，工作日哦。牢记工作日，西方这边特别强调工作日，不是说多少天多少天的，是工作日，工作日。好，希望大家都能跟上。好，我们开始学下面来，往下面学，好吗？继续学习。Let's go on studying new sentences. 好 ，15. Notice of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会议通知和特别决议 Notice of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Notice of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这个 notice 通知 Notice of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以前我们说过这里翻译为会议通知和特别决议为什么不能这样翻译说会议通知以及特别决议的通知为什么不能这样翻译？大家还记得吗？因为这个 resolutions 它就包含着什么意思啊？它包含着决议是吧？它包含着通知啊，它包含着 notice， 它包含着 notice， 所以就不需要翻译为什么啊会议的通知和特别决议的通知了，需要这样翻译的 notice of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下面每一条都是具体的谈论的，具体的描述会议通知是怎么一回事，特别决议又是特别决议啊，又是怎么一回事，具体的描述。好了，来三位同学过关，很简单，来三位同学马上学到下一句 ，OK。来三位同学把这个短语，这上面一个短语啊，一个词组，一个短语 ，OK， 这里 please。Notice of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Yeah, special. 你好像加了一个 N 吧？加了 N 没有 ？Special 有，好像读成 special 有没有 N？ 没有 N 呢？我不知道。没有 N， 没有 N。哎，没有 N 就好了。对，没有 N， 也许我听错了。Pardon, please. Notice of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Yeah, resolutions.请问各位 resolution 我今天才知道它的动词是什么以前我还不知道呢你们知道它的动词形式吗想好了打出来 OK 验证 please Notice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Wonderful perfect Thank you Daisy Miss Daisy Resolute
是约着路的吗 ？No, no. 约着路，它应该是约这儿。Sorry, 对对 ，reserve 吧。约着路的有这个词吗？没有见过这个词，我没有见过。我见过是 reserve， 是决定，决定的 resolutions reserve。Yeah, resolute 是的，我以前也在那里自以为啊，可能是 resolute 吧。结果今天我学了一个词 resolve， 是解决、决定的意思，解决、决定，应该就是它的名词。我还没有验证呢，但是应该是，因为它前面是一样 resolve 解决啊 ，resolutions 这里就是决定，决定呢，决定是的，它们的含义是一样的，而且前面 reso 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才知道它的动词，因为我学到上层后面，我看到它的动词了，我看到它的动词了 ，resolve 决定。好了，继续，还有九分钟，争取过关喽。好，下面，哦 ，resolute 是另外一个单词，形容词，坚决的、果断的。Thank you， 长见识了啊，长见识了，受教了，是。就是以前见过，但是拿不定，应该是 resolve 是动词吧？是 resolute 还是 resolute 呢？那词怎么读啊？音标我还不知道，打出来有就给我看看好吗？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要学的句子 ：A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meetings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什么意思呢？秘书必须按照本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时间，给所有会员发出全体成员大会的通知和特别决议。就今天所说的这个事是谁做的？是秘书做的。Daisy, Miss Daisy， 这是你，是吧？你应该干的事了。以前是广州做的啊，这就是你做的事。按照这个来 ，Yes or no？ 好，希望你为大家能服务到最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And special resolutions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Prescribed 应该是 prescribed， 活化了吧？这里是 prescribed 什么意思啊 ？Prescribed 规定的，应该是规定的意思吧？应该是规定的意思哦，规定的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由章程按照章程或者由章程所规定的内容规定 prescribed。 好，我们简要分析一下，主语是这句话，主语是 the secretary 秘书，谓语动词是 must give 必须给，这里的给后面有双宾语，后面的给一个是人 or members 给某人，给所有的会员，第二个宾语是物 notice give 后面可以加双宾语，一个是 or members， 一个是物，一个是人，一个是物。英语中把这个指人的叫做间接宾语，指物的叫直接宾语，因为给的主要是物，是物 notice。好，句子的主语 the secretary 谓语 must give 宾语 all members notice， 这个宾语后面还没有说完，宾语的中心词是 notice， 它是什么样的通知呢？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 我们刚刚学了什么样的通知，它是什么样的通知，是全体成员大会的通知，还有特别决议，还有特别决议，它是这样的通知啊，它是这样的通知。后面的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做状语，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时间？后面说的是
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时间。In the manner and the time, in 是用的意思，用了，或者是按照吧，按照，啊，按照用，它真正的意思是用的意思，本意是用，用这样的方式和时间。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时间呢？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时间？或者说它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和时间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它是用按照啊。本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时间来给所有会员发出全体成员大会的特通知和特别决议，我都看到了。啊，戴子老师上次发的呀，秘书啊，也兼秘书是吧？上回他发的我看到了，都是固定的模式，右上角是吧？右上角是固定的模式。大家发现没有？然后正文的内容从开始到正文乃至到结尾，它都有固定的一种模式啊，这就是方式，这个叫方式模式，甚至还有时每次的时间都在改变，后面还有时间。好，请问尊贵的秘书是这样的吧？我当时看了，我非常留意啊，我很留意模式基本一样，但是时间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好了。这个句子看起来比较长，实际上啊、比较简单呢，比较简单，因为后面呢这整个是介词短语做状语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这里这个短语当中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 这是一个什么语法现象呢？这是一个什么语法现象？它是修饰什么？它是修饰 manner and time， 表示什么样的方式和时间？就是按照本章程，按照本章程呢、啊、规定的这个方式和时间。这个 in 是用什么的方式和时间，这个 by 是按照，有也是按照或者有的意思，有的意思看到了，或者说主要是时间地点和内容。 Yes, thank you, 是的，那就是有一种比较固定的格式或者模式，就是这种方式和时间，特别是时间，还加上地点和内容，好吧？这个方式有地点，有内容。嗯 ，Thank you. Now I see chairperson. 好，这个整个短语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还是我们以前学的过去分词短语，过去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修饰前面的 manner and time. 好 ，OK。我们今天就这样，这个句子比较长，我们就读前面一半，好吧？后面的大家能读就读，读不了没有关系的 ，OK？ 好，开始，我再读两遍。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好，连起来。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Thank you. Okay, it's your turn to practice reading this sentence. 好，我的要求就是今天我们把前一半主要部分读出来好吗？后面的状语留到下一次我们再来加固一下， OK， 就这样的。好，子莲 please。 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Yeah, perfect, thank you. Go on, question please.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 ，Hello， 听到吗？现在听到了。啊，哦，好的 ，Thank you， sorry， 那我重来。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By this constitution. Yeah, perfect. Thank you. 那个秘书啊 ，secretary 都可以，没有关系的。这两个读音很常见的，没有关系的。继续，question please.
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in the manner and the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Perfect. Thank you. 还有吗？继续。还有，大家不要顾及时间了。You need 好，就耽误 You need 老师几分钟，读完就开始背，好吧？因为读跟背没有本质的区别啊，没有本质的区别哦。啊，它还甚至还有必然的联系。曾牧师 ，please。老师好，来读一下。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Yeah, perfect. Thank you. 小菊 please. 老师，我也来试一下。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the of general meetings of special resolutions. 老师 ，resolutions 复数啊，没有听到你的复数 resolutions。你自己心中有数。你自己心中没有数啊，没有数，一听就听出来了。哦，其他的啊，没问题 ，perfect。谢谢老师。嗯，如意子 ，please。老师晚上好。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 谢谢老师。嗯。Perfect. Thank you. 印证 please. 老师好。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in the manner and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Thank you. Yeah, perfect. Thank you. 继续。文书 please. 老师好。我也来试着读一下。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 in the manner and the time prescribed by this constitution. Prescribe 查音标就拼，你仅仅听大家读，听我模仿还不够，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看到音标拼出来的，而且记住了这个音标，这个才是真正的属于你的。 OK， 好，谢谢老师。下面打出来了 prescribe， yeah， 你要看音标拼读是这样的，而且记住了这个音标以及记住这个读音，它才真正的属于你，要牢记，要牢记啊。OK， 就可以了。好，继续，还有吗？文书读完了，都读完。Follow please. The secretary must give all members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pecial resolutions. 王老师，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嗯，可以。你刚才说这个 no give 后面是跟这个双宾语，而且那个重点是侧重于这个 notice， 那哪个是一个直接宾语，一个间接宾语？那相对于那 notice 是直接宾语啊？是的，指物的叫直接宾语，指人的叫间接宾语。哦，还并不是来的给我后边加直接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哦，还主哪个是主要的？那就是那个直接宾语。它是这个名词，都是重要的。没有人哪有度啊？没有物，没有人物给谁啊？哦哦，光有人没有物，这个物给谁呢？哦，光有人没有物，给这个人什么东西呢？
它叫双宾语就够了。至于它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宾语，那个不是重要的，关键就是、give somebody something， 这个是关键，就给某人某东西，给某人某，这是关键，理解的关键的、对，不要理解偏了，理解偏了它就变成钻牛角尖了，钻牛角尖这种拔不出来，这个拔不出来的。刚刚看到会长有个问题，他问了发出全体成员大会的通知和特别决议，为什么要 and 不用 or， 不用 or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提的很有意思，我还没有多想呢，很有意思，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要 and 呢？我看到 Daisy 老师说，因为特别决议可移到全体成员大会里面去，它两者可以并存。是这个理由，还有发全体成员大会通知的时候，里面可以包含一般决议事项和特别决议事项。我想也是这样的，对，它包含着这两个，我想是这样，包含着一般的会议的，就是什么 meetings of members， 这个就是特别决议，都可以在内，都可以在内。会长说，因为特别决议的事。必须是全体成员参与投票，所以要用 and。 是的，特别决议，我今天反复也看了特别决议的就是什么章程的，什么章程是37条，法案好像是47条，我专门看了，确实啊，真正的严谨的，非常严谨，非常严谨的特别决议。好，希望大家那个全面了解才能知道什么叫特别决议，这两块没有去分析透是不知道什么叫特别决议的。非常好，好，非常感谢会长的提问呢，还有 Daisy 老师的回答，我觉得挺好的。对，所以这里就只能用 and， 就不能用 or 了，是吧？不能 and， 只能用只能用 and， 不能用 or 了。 OK， 好的，好，耽误了英林老师7分钟， sorryOkay, now,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好，下面有请尊贵的英语老师杰曼带大家继续监督背的大家背章程吧，给大家监督大家背章程咯。Okay, 好，今天我们学了内容很多很多哟。好，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复习一下就最好了。